一分钟六十秒，难道每个人的一秒钟都一样长吗？我总觉得我的时间不但比别人慢，还越来越多。小时候大家都叫我乌龟，因为我做什么都慢半拍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连手表都比人家慢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。他应该不记得我，我小时候就认识他了。你好。这么急刹车啦，看什么看？今天有体育课。明天比别人多了几秒的时间，十几二十年下来，我们会比别人多一天的利息。我要报案，我这一天不见了。那有没有少一天的？杨小琪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的秘密基地。谢谢。昨天情人节怎么过来？跟空气啦。遥控器。年轻真好，腰都不会酸，是还蛮好用的。期间你也赶快加一个。警告你哦，你不要离杨小琪太近哦。情人节快乐。有人说，人生是由许多回忆组成的，谈恋爱就是在创造回忆。他的回忆有你，你的回忆有他，那是最好的。你知道哪里拍的吗？你在相片里面的妹妹啊，你看相片都比你本人较水的。